那么今天帮我们的这个荣幸啊，可以当然有，今天邀请
大老远来到这里，一定要唱自己的主打歌，是是是，可是还不是大家期待的那一首。我跟你讲，喝酒的 on day， 一点大家让我酒量更好表。对对对对，我那首要当压轴。对，而且我很喜欢，你有一首歌叫做《爱我客座》。爱我客座，哎，有心电感应哦。你真的吗？对，我自己的，我偷偷在练这首歌了，但是我今天绝对不会唱的，我不敢在那个观众面前耍大刀。然后我没有遇到蓉姐的话，我就会大唱，不是？有没有机会可以听？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好，太开心了。那么想要听听我们的佑蓉姐，我们的原唱，带来她这首非常棒的我们的主题曲。我今天不只带来就是我自己的歌，然后还有就是好歌以外，我有带来小礼物要送。哇，太用心了。可是我要看你们热情在哪里。好，从哪里送？好啊，好啊。我们先留一些给主办单位，好不好？好啊，好啊。哎，今天的。真的要很感谢我们的老师主办单位，赖老师帮我下雨，那我要交给谁？谁呢？主办单位，好多主办单位在举手哎。好，赖老师先交给我们的蓉姐。好了，爱我客座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Thank you.
扇子还有多少？没有了啊，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点，对不对？刚刚谁没有拿到扇子的？这么多人在打牌，明明手上就有。我说谁没有拿到扇子？谁没有拿到？哪里？你明明就有。把这几只给我，谢谢。来，我看谁没有拿到的，不可以说谎哦，好不好？你刚才一定认不出来。来，谢谢。你觉得我丢得到吗？我觉得丢不到。你要往前吗？你要往前。没想到你这个宝贝，赶快往前面来做移动哦。来，小朋友也来吗？那个帅哥。等一下，小心。
好，来各就各位，很多
来，冰冻吃火锅肉骨。来来来，叫叫我。老弟来叫咩啊？啊靠！要你搞到公交咧，有啥？来，北仔老鬼。哎，来，是的，老钱送给大家。对。倒起来，倒起来。帮我注意看台上谁没有掉。尖叫声。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channel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due to interest. Photography costs plus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are too much. And YouTube yellow label policy caused me almost zero income. Daily time only rely on part-time jobs to survive. So we launched the sponsorship program version 2.0. Please help the survival of the channel.